四个字啊，一幅画。玉皇大帝。没有人在乎，你只是人们逃避疼痛的一种可能。没有人在乎，没有人在乎。蒙娜丽莎。哇。两个字。干嘛呢？憋气。谁是最可爱的人？俩字说多少啊？这个屋谁最呀冲。谁有酒窝？谁有酒窝？贾玲。哎呦我的妈，这猜不出来猜不出来，给我一顿埋汰。谁最压秤？再来一轮花花和程程的啊。好，你粉丝的名字？这你要答不上来，下期你就别来了。你粉丝名字？我粉丝的名字，火星人。歌手，喝酒。歌手，喝酒。歌手，喝酒。双截棍，双截棍，双截棍，跟喝酒有什么关系？周杰伦，喝酒跟周杰伦有什么关系？人家说歌手，歌手。